他我们教得很好，我觉得我的发音得很好，因为我常常听录音。我觉得语法很难，也很有意思。我觉得我喜欢生气，因为生气很容易。我觉得我的写汉字写得很好，也很快。我觉得中文教室很大，也很干净。我喜欢我的同学，因为他们是我的朋友。你觉得考试难吗？我觉得考试不难，也很不也不容易。你有准备考试吗？准备。你怎么准备？我复习也。练习吗？练习。你都跟谁一起练习说中文？我跟 Cassidy 练习中文。是吗？你觉得你的功课多不多？不多。OK， 谢谢。